皮，这件事情做皮帮我介绍一下啊。这就是在我们在香港拍摄广告的一个打灯的空档，然后临时拍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。因为通常拍照有时候你想要抓连拍嘛，就是一直按一直按，拍了10张20张，可能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。但这一张呢，是我的经纪人，他神来一笔，就突然帮我按下去的那个瞬间，然后我们就突然惊觉，哇，这张照片其实好有感觉。对，就是那个片刻，我们把它留下来了。对，好，你眼睛来不及捕捉，但镜头为你留下了这美好的一刻。没错，那一样由你来帮我们宣布金牌拍手。好，一样是1000块钱底标。这有点自恋，就是竞标自己的照片。好，竞标开始。好，1000块钱的底标，500块钱是至少一次加价金额。来，各位现场朋友，刚才呢没有，姐姐，你刚才没有竞标到，第三样一定好好把握了。先帮我出个价吧。我也要。1万块钱。1万5。1万5000块钱。1万5000块钱。1万6000块钱。1万6000块钱。第三个商品，如果呢不来2万，2万块钱。如果不往2万2000块钱，如果不往上加的话就没有了。只有第三个商品，2万2，2万2000块钱。姐姐，2万5，2万5000块钱，2万5000，2万6000块钱，2万6000块钱。好，非常感谢。来，3万3万块钱，3万1，3万1000块钱，3万1000块钱。各位现场所有朋友，只有这一件商品错过就没有了。3万1000块钱，一直加到至少500块钱。3万1000块钱，对不对？3万1000块钱，3万1000块钱一次，3万1000块钱两次。等一下，我也想要加入竞标。是，那我想就是32000，然后但是我把照片捐出来，但是我也想要为毛小孩尽一点自己的心。来，给我们一个掌声鼓励。32000，照片就谢谢。一样谢谢我们这位姐姐。那这位姐姐您自己就表态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您自己金额部分一样是照算吗？一样也是三万，一样照算。3万5000块钱，给我们这位姐姐掌声鼓励。谢谢，猫小孩姐姐，我们这边请好不好？所以等同于这样商品呢，在刚才竞标过程当中已经是六万七千块钱。哇，再次感谢呢我们的明以及呢我们现场所有朋友您的爱心。来，欢迎，谢谢姐姐，谢谢您哦。哇，姐姐，你今天跟我撞衫了，我们等一下要来一个爱的合照。谢谢，这是做爱心，没有破不破费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各位亲爱的，来的，我们到中间这边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镜头，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好吗？好不好？刚才第二名摄影作品的幸运那个得奖者，他把他的3000块钱捐出来，一样给我们呢协会之外粉丝们共同集资，全部总数捐出6万块钱。谢谢，再次感谢呢我们粉丝们的爱心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刚才的两位得标者再次来到舞台上头，我们一起合影。Justin， 你喝水，你要再上来拍照了 ，Justin。好的，我们先来一起，我们又要到了，不要干扰 Chasi， 那不要吓到他，因为要一起合照。好，坐下。好，这样子会不会高低有点差太多？需不需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开始看着你的食物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。要再教育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拍照，好不好？先来拍照。我们还是让他自由，还是你抱他好了，不会比较好。等等，对，等等。
真的是很快。右边看一下，右边看一下，更完全无法。有，他现在蛮冷静的，我们赶快拍照。他现在超冷静。哦，有看镜头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看一下，正前方。Chelsea，你看这里，快点，Chelsea。好，左前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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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己回去自己 P 了啊，好不好？